软弱的一个滚地球投手自己下球，轻松的传一垒，顺利的解决掉第一名打者。到之后还是有相关的程序哦。哦，这一球最后给。我第一个时间，打者这边认为是比较偏低哦，最后还是往上飘的一个角度。所以我们接球动作也相当于有技巧。哇，拉起来！接球打高了，游击跟左应该让给左外野手了。对，没问题，形成了一个三出局，八局上半结束，目前9-4，龙队还是暂时领先。疯子特别多。好，这时候还是要让李正昌上来看看他最近休息过后的一个状况，不敢太全力了哈。就要求碰球而已，蛮轻松的。接球145，结果是三振的张振，形成了一出局。中之间跑到打者比较内侧的位置，相对的左打又多。交给王一普是合理的。九分球146，他方被捕，第二 K。看起来李正昌恢复的还不错。让乐天吞下第一败，高比分呢。这个球带起来，但是应该右外手已经掌握到了，没问题。结束了9局上半，9-4，龙队目前暂时领先。我是君君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Twitch哦。